捡果子其实是一种简单却不凡的设计以及信念，致力于推广公平交易。而捡果子是台湾首间由世界公平贸易组织认证的会员，因此店里头的商品多半是和不同公平贸易的生产团体所共同开发以及设计的。此外，品牌 logo 也是以绿色为主，希望能够响应以自然的有机物甚至是环保再生物来作为主要的应用素材。店里头的商品是来自全球16个国家、40多个不同公平贸易组织所生产的。捡果子用每一件小物和世界串联起来，要告诉大家，公平贸易对我们来说，不再是那么如此的遥不可及。